变一变。你们会唱吗？会唱可以跟我唱。在我的右手边有个我的看板。想问天你在哪里，我想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从你，结束我从你，从你的几乎都毁掉。儿时男友，不对啊，不是你自己取的吗？这是你把我取的，这是我没有啊，我那天说
说耳膜女友，然后是你，就是说那我是什么？你自己说你是耳屎的。哎呦，真的，没关系啊，这一次呢，再一次呢，跟我们呢一期的这个线上的好朋友，还有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 ，say hello everybody。欢迎各位线上还有现场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郭玲玲。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你们停留听我唱歌，我们节目还没结束，大家再带一下下。哎，郭玲玲啊，你刚刚啊 solo 那个舞蹈，还带两个 dancer 老师，你的改变真的是最大的。而尤其你的那个支持你的有一个叫 Vito 哥，还特别的来我的个人直播间说要好好照顾你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呢在线上的留言，大家都一直在刷柠檬，一直这样刷起来，真的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支持你，有什么要对大家说？好，我从去年八月，然后参加快闪音乐节，然后到现在的街头音乐节，对。然后我们从一开始其实经历很多的比赛，对。然后从一开始其实我成绩不太好，对。然后慢慢的，其实我很认真，天哪，我快哭了。没有，这是真的，就告诉大家嘛，真的、啊。为什么？我们就是看直播，给郭丽玲还有自己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吧，给他加油一下好不好？真的。因为想到啊，这个他来听这个卫生纸吗？不好意思。好，我去拿卫生纸。天哪！想到这个过程就会知道很辛苦，尤其他还要来，他还要上课。一天播十个小时，只为了收大家的人气票。为了收大家的人气票啊，而且还怎么样？就是怎样，而且他还是个学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收集那个人气票啊，你的家的宝宝哦，那个 Vito 哥啊，就来我的这个直播间来拜票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把票的机票投给你。对，然后其实真的很不容易，我非常谢谢大家一直在我身边支持着我，然后做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，而且因为大家都是100分的相信我，对，从来都不是那种觉得我做不到。而且他之前真的很难聊，现在真的整个改变了，我哪有很难聊？你之前很难聊，每天都那种愁眉苦脸的，好像那种哀怨的小媳妇。我哪有？然后后来之后整个豁然开朗，对，去充实自己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之前有来上我节目啊，他有告诉我说他之前啊比较这个肢体障碍，现在也去学了跳舞，还有最近还学了剪接啦、创作啦，这个真的是想把所有的才华才艺呢学习起来，对不对？以备不时之需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努力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记得我，我叫郭玲玲。郭玲玲，开播时间。开播时间啊，现在因为学校的课都是晚上，所以我最近都开中午比较多，对，假日才会开晚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希望大家把郭丽追起来。耶、yeah. ，好，接下来你自己的最后一。